我上等去啊！这是第三届接吻，阿唔过是我头一届主动跟你亲。这是头一届甲我亲，那呢？你有什么理由？无理由啊！我介意，我欢喜。 金燕倩，这是你第二遍主动跟我讲，你是要跟我耍哦？你是要挑战我的忍耐度？我是一个正常大波浪，你敢唔惊我会挡袂牢？这么热情，这么主动的美女，哪有可能？ 大波浪会骨折啦，敢会有第五遍的亲吻？好啦，你啉烧酒醉啊啦，一直上网看病啦。来，我最爱回去厝。 我今日生得足欢喜的哦。好啦，我替面巾来擦啦，你会较清醒啦。你要走啦？你若走，我会感觉足孤单的。好啦，我袂走啦，你免紧张啦。来啦。我要啉水，我酒醉呆呢。我要啉水啊！哦哦哦，好了。啉水。来来来来来。哎，慢慢的，慢慢的。哦。哎。哦。 无代志啊，我休困啦，我先来走啊。哎，你想要要走？敢唔过你无介意我？无啦，哪有这款代志啦？你是仙女呢，我只不过是你变出来一只小乌龟啊，谁拢介意你啊？你骗人！ 伊连你在拢在聊啊，煞无甲我看一下敢来？你是不是感觉我足恐怖的？讲唔对啦，我确实真惊你。是安怎？是安怎要惊我？ 我嘛都过，曾经有这款造型啦。我唔是笨蛋。哎，真正，你咩安尼？我无是啊。你想法无是啊？要带咱个囡仔上，要成为老师，甲幼儿班学生同款。这种师生恋，为着我完结，可能你懂点。
你四界玩的，敢讲所有的人拢亲像你同款，这样有实力啊？我只是算算尔，倒一个查某囡仔算会起，却算袂起，我一看就知影。啊，我甲伊无同款，你感情我保护甲伤好。阮大人世界的感情游戏，你承受袂起。还佫有金钱钱，想袂完美啊！你真正待得佫较好，会当予你幸福达无啦。你莫甲家己讲安遮尔厉害，你话一大堆，我毋是幼幼班的，我证明予你看。倩倩，今嘛是我的关事吗？不管的，我倩倩，什么拢做会起，什么拢无得惊啦。倩倩呢？七点整，大美女，你听来是不是自己的闹钟啊？都没我叫的呢，我都在想讲什么时阵你叫起床。哎，你是安怎啦？今个安尼啦？敢有啥唔对？我怎困的时阵袂记刷牙？我刚才啦，我拄只有先起刷牙。大美女啊，你敢唔知啊？这是浪漫的一夜情之后维持美好形象的第一步。